厨房清洁是妈妈心中永远的痛，炒菜做饭一定会污染到抽油烟机、墙面、瓦斯炉台，这些永远也清不完。用清洁剂刷不干净，浪费时间还闪到腰。贴报纸、铝箔纸不好贴又难看，一不小心还会笑出啊！哎呦我的妈，真好难！划时代的新产品来了，纳米级可撕保护膜，使用前先把表面脏物清干净，摇均匀，轻轻一喷，等待3分钟，干燥之后就成为透明无毒的保护膜。这段时间不管你对厨房做了什么，有多油多脏，只花2分钟把它撕下来，又是一个全新的厨房。它可以达到防油、防水、防尘、防污的效果，使用范围抽油烟机、瓦斯炉台、琉璃台、冰箱、桌面、瓷砖，简单来说就是铁的、钢的、瓷砖、大理石，通通都能用。终结家庭主妇的噩梦，纳米级可撕保护膜 PLUS。